各位老师好，我的名字是洪鹤，然后我的 application number 是219563 2A。除了我在 writing essay 里面提到的那些事情以外呢，我还想说的就是，除了钢琴这个兴趣爱好之外，我的兴趣爱好还包括了一个网球。是我们学校有，当初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的网球社，是为了我们这个年级新开的一个社团，然后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，也是担任了一个类似于队长的职务。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赛，但是，也是参与了一些学校里面组织的，包括像运动会这些东西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比较喜欢和我的一些外教，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老师们，在他们和我都有时间的时候去闲聊一下，就是比方说聊一下各个地方的文化啦，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和在这边不一样的一些地方。